在新剧演到让粉丝哭泣的刘仁宇同学，前段时间现身上海某摄影棚拍摄广告，只见穿着白色纱裙的漂亮小姐姐趴在白色半圆形沙发上，俏皮的晃动小腿，对着镜头各种散发魅力，夺取粉丝芳心。这画面拍出的效果哪是什么漂亮小姐姐啊，明明就是仙气直冒的小仙女好吗？拍摄完毕，咱们的小仙女趴在沙发上，转过头认真听导演讲解拍摄重点，那圆溜溜的大眼睛再配上可爱的小表情， Oh my god，小仙女请不要散发魅力了好吗？本姨母 hold 不住的。转身休息时，刘仁宇还不忘俏皮的抬起腿吓唬工作人员，果然在听到工作人员的惊呼声后，咱们的小姐姐瞬间就露出了甜美笑容。对于自家调皮的艺人，工作人员只得亲自上前帮忙整理好裙摆，毕竟除了宠还能怎么办呢？